哎，潜水社，啊，潜水社在潜水哦，怎么人不在单位上？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猫空助教黄一伦，今天正大说说新企划，正男正妹在干嘛？啊，听说我们的 IG 上有同学询问一些神秘社团啊，那猫空助教这次也带大家来找找那些神秘社团，看看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吧。我们是政大日本将棋与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社，以前有政大的将棋社，最近因为有人想把它复社，但是我们又不想要只有将棋这个元素，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喜欢日本文化的人进来我们社团。大家可能也玩过西洋棋，玩过象棋，大概是差不多的玩法，但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玩法，就是它可以变身。变身？对，就是当我们的像咸蛋超人那样。对，当我们的步兵走过去的时候，如果你杀入敌阵，就是前面有三排，他就可以把它翻过来。哦，只有步兵可以变吗？没有，不止步兵，还有我们银将啊、贵马、香车，那当然还有这四支，就是步兵、银将、贵马、香车，走到敌营都可以变成金将的走法，简易版的动物将棋。日本语言的话，你们是上课的时候会跟大家就是上日文课这样子？这学期安排的课程是跟就是日本一些文化有关的课程。第一堂社课的课程就是要跟天皇有关的课程。天皇就是日本的天皇。是，因为最近不是刚从平和时代变成令和时代，对，平成变成令和，那我们就可能会讲一些跟他的天皇啊有关的事情，一些冷知识这样。那如果你是零基础的话也没有关系，我们的将棋课程都会从头开始教起，把你教到会为止。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很会玩。阿丘巴，想当初我也是阿丘巴达人，那我来跟橄榄球队比一下阿丘巴。哎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我是政大人。哟，政大说说 ，OK。对，政大说说，大家好，欢迎加入政大橄榄球队。打招呼一下，打招呼一下，哎，大家打招呼一下，欢迎大家帮我们支持一下 NCCU Rugby。哎 ，OK， 那今天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社团吗？我们社团呢，就是橄榄球，大家都知道，其实是英国发展百年的绅士运动。绅士运动，对，它是绅士运动，只有贵族才可以打。贵族，对，而且你知道橄榄球是非常优雅且安全的，不像大家所说的哦，很大家想象好像很激烈，对，很激烈，会手断脚断的，其实都不会，并不会。那你们为什么要比阿丘巴？哦，因为这是我们优雅的运动，就是我们在阿丘巴很优雅，很优雅，就是我们只透过手，然后来较劲，心理跟身体上的较劲，对，没错。那我们其实球队福利很多，像我们体育课免修，还有有补助金。还有蛋白粉都可以让你们吃到饱，还有对免费蛋白粉吃到饱，只要进来我们都通通给你。而且还有那个不用，我们球队我告诉你都不用，我们也不用甄选，因为待得住的人就待得住，待不住的人永远都待不住。你们训练很累吗？很哦，不是累，是扎实。扎实，一个礼拜三天。对，因为毕竟我们是校队嘛，那因为政大也是拿冠军，所以因此我们必须维持这个冠军的血统。那当然是扎实训练是必须的，对吧？没错。那我们来阿吉下丘巴。好，那我们请主持人阿吉下丘巴。那我们派出队长，对，队长。OK。那赢了有什么吗？赢了我们就有啤酒。赢了有啤酒。好，我帮你拿。你什么撇子？我左撇子。左撇子。我们用左手。数到三就开始哦。一、二、三。我有。哎，同学你不瘦，同学你有力哦。有力。队长很强啊，队长强。同学太折了。同学，队长。同学太厉害，哎，你看，光不光只要是路人，只要你有心，都有机会赢。对，都有机会加入橄榄球队。没错 ，OK OK。颁奖。哒哒啦哒哒啦，拍一张，来，队长来，队长拍一张。赞，欢迎大家加入政大橄榄球队。超级不和谐。这是多。布袋戏耶。布袋戏哦，我们是布袋戏演习社。布袋戏演习社，所以你们会学怎么玩布袋戏这样吗？对，
我们有就是怎么操偶，然后大只的跟小只的都有。我那只都乱插。像那种小只的，它是只要用一只手就好，跟大只的话就要用两只手。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。嗨。所以它嘴巴可以动吗？嘴巴。我好像看到有些是嘴巴可以动。对，然后它嘴巴可以，但是就只能稍微动一下。可以开耶，神奇。眼睛也可以哦，可以闭眼睛。对，这是比较现代的，对，只是比较电视型的。电视型，霹雳布袋戏那一种的。所以你们是那种传统跟这种都会学习。那你们，哎，你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他叫风寒。你好，风寒。那你会冷吗？他还蛮冷的。有布袋戏史的部分，然后也有怎么操偶跟怎么制作，就是他们身上的衣服，这个是我们做的，然后还有头怎么就是头发怎么粘，对，就是从造型制作出一个布偶到操作它，你们都会学习。那我可以跟他比腕力吗？大家，我们是那个 IC 布洛社。大家说你们是神秘社团啊，你有什么想要辩解的吗？没有吧，我们才不是神秘社团呢、欸。是位置很神秘而已、啊。位置神秘而已吗？应该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吧？我们就是寒暑假去那个国小带那个营队。营队，对，是部落的国小。对，部落的国小，对。去哪些部落？我们有去过哪些部落？我想一下，泰鲁格族的那个富士部落，然后桃园的雨内部落，然后还有。那个南投的那个巴兰部落，然后还有屏东的沙卡兰。除此之外还有做什么事情？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做什么事情吗？哦，我们就是还有社课，他平常社课就在做营队的内容的规划。哦，所以你们社课就是在筹备寒暑假寒暑假营队，对。那你们营队主要都在做什么事？我们营队主要就是会跟数位，就是主轴会跟数位有关，比如说像那个数位，就是那个影片剪辑啊，或者是假新闻的介绍、欸，还有媒体试读之类的给小朋友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还会做一些跟部落文化有关的体验，像之前有做过这个采收马告，还有部落寻根，也有做过。那个织布，然后还有射箭，这是看部落的特性，会去安排一些跟部落有关的文化课程。你们有做过去哪些？